彭于晏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《邪不压正》先前公开最新版预告。地点。电影拍摄花絮最近也跟着曝光，我老公哦，不是，是男神彭于晏在这部片中不断秀精壮身材。他回来，你这儿已经打开了。这里拍摄要加紧。他不是裸着上半身跑步，就是搞笑挤胸肌。你信吗？不容易啊，他俩。电影中除了有杨勇画面，还有各种拔刀开枪等大场面。电影预计7月上映，想必到时候一定能引起广大回响。